看到最后的人已经笑晕了。这他不是快点砍！你打仗？再一个游戏，以后出去可得小心了、啊，怎么还把脚扎了呢？我给你煮的鸡腿补一补，这就拿给你吃啊。嗯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是想骗我鸡腿吃吧？哎呦，这么严重啊？那是得好好补补。来，快吃吧，这是你的鸡腿。这个怎么黑乎乎的？坏了吧？这个不要了。三儿，杨哥才艺。谢谢你发现表演一个碎嘴子。碎嘴子不算啊、哦，还会什么？好险，差点没踩上点。胖子，你妈最近有点过分，我想报复一下。等她回来吧，回来我们就动手。老婆回来了啊！这是给你冲的红糖水，快吃着喝了。谢谢老公，你对我真好。还有个事儿，胖子说等你回来要给你上一课。